動物世界通常都是弱肉強食的。是啊，不過在泰國一個動物園呢，竟然有老虎和豬仔可以和平共處，由高英文帶大家看看。動物園有老虎一啲都唔奇，但係老虎同豬仔住埋一齊就似乎有啲不合常理啦。睇下佢哋唔單止住埋一齊，感情仲要好好。豬仔仲一啲都唔怕喺老虎頭上動鬚。負責訓練呢一隻孟加拉虎嘅飼養員話：老虎自從兩歲開始已經同豬仔一齊住，而且豬仔喺出世之後亦都會離開親生媽媽同老虎做伴，久而久之，老虎同豬仔就成為好朋友啦。老虎唔食豬仔當然另有原因，工作人員每日餵成三公斤雞肉做獎勵，以報答老虎養育豬仔之恩。而動物園亦會用交換媽媽的方法，將老虎仔交俾豬媽媽養育，實行令到動物園倍添温情。無線電視記者高以文報導。